消防队员便装成吸血鬼和天使，在舞台上炒热气氛，并透过有奖征答聚集人潮。复宣队成员更带来自创舞蹈，向民众宣扬正确防灾观念。在天母运动公园举办的万圣节嘉年华活动，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大队也到场共襄盛举，不但扮鬼与民众同乐，还设计各种互动摊位，让小朋友透过游戏自然而然学会防灾知识。那我们设了很多摊位啊，有所谓的视讯119，有所谓的助警器的宣导，有所谓火灾预防跟火灾应变逃生，好像这个烟雾体验啊 ，AED 加 CPR，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寓教于乐的方式啊，能够从小学习，从平常学习，包括宣导安装防灾助警器、烟雾逃生体验、灭火器使用教学等，数十个摊位全都挤满体验人潮。消防局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把生硬的防灾知识变成简单的游戏，寓教于乐，一举两得。台播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刘翔廷采访报道。